大家好，我是彭青，来自于杭州。是因为我是一个原创音乐人，然后我之前主要做的还是创作人和制作人的工作，所以我这一次想尽量把我觉得更加原汁原味的音乐本身的样子展现给大家，包括在音乐里面富含的感情本来的样子。我的歌大部分还是比较舒缓、比较细腻的音乐作品为主，然后比如《蝴蝶泉边》啊，《这么近那么远》，《你是我的风景》，还有《这世界唯一的你》。其实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还原一个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唱歌最真诚、最初的、最终的那个对音乐的那个渴望和对爱的那个渴望。对，我觉得只要把那个声音还原出来，然后尽量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尽量多的传递一些更多的正能量吧。对我来讲，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就是中国人唱歌也好，写作也好，在音乐方面有我们很特殊的一些才能，比如说我们在旋律的表达方面，我们在文字的表达方面，我们在感情的表达方面，我觉得都很特殊。我想要这一次在这个生动亚洲的舞台上面，生动亚洲的舞台上面，更加去更具体的去体现我们这一些很独特的才能吧。